好，鸣枪出发。竞赛场上进行的是国女400公尺接力预赛的第一组。分别有中华、复兴、头城、罗东、壮维、惠登。这边不要过来。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复兴。罗东。好，这一组领先参考成绩51秒55。好，鸣枪出发。现在竞赛场上进行的是国女400公尺接力预赛的第二组，共有南澳、文化、东山、东光、礁溪，选手加油。那这边的话也麻烦出入我们竞赛的部分的选手或者是我们的教练特别注意一下，不要影响到我们竞赛的进行。好，目前取得领先的是东山。东山文化。好，这一组领先参考成绩52秒38。